好，歌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泽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写一下大浪淘沙这个成语。好，现在开始来写一下。断痕。好，这个头呢，稍微可以凸出来一点。特别往这边撇下去的时候，往这边顿下去的时候，好，要记住了。好，这一捺。啊，大字。大字呢，因为笔画比较少，所以呢，我们写的比较浑厚一点。那么第二个字呢，是个浪字，点撇，撇下去，提上来，好，也是一点，往下压，压完之后呢，一短横。往这边，好，收笔，收完之后呢，往这边走起，走完之后呢，往这边收的比较紧一点，走完之后呢，哎，交叉，好，浪字。那么第三个字呢，是个桃字。哎，很碰巧也是三点水，往下走起，哎，又是提上来，同样的步骤。提上来，撇，短横。里面呢要写的饱满一点，尽量不要出现太大的空隙。好，桃。最后一个字呢，哎，沙字，哎，太巧了，今天有三个三点水的字，提上来，提上照，哎，这笔最高。从这里呢，一点，那么这一撇呢，要撇得非常的果断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这四个字呢，大家看一下，大浪淘沙。好，这四个字呢，我们就写到这里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